28岁。28岁。过年了，吃着泡面。爸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你过年回来吗？哎，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我妈在吗？在。包饺子了吗？包了。什么馅儿的？韭菜鸡蛋的。韭菜鸡蛋馅儿。儿子啊，哎，最近好吧？我好着呢，妈。妈，我在这边工作都挺好的。好。好。哎，这个场景我们都有。是吧？在外面给爸妈打电话，然后只说好事儿。领导给我布置了好多活儿，所以我过年回不去。您跟我爸好好的。哎，我来年我就升职加薪，到时候我换了新车回去看你们去。好，好。好，那我挂了。哎，这什么公司啊？怎么过年都不让人回家呢？那真是，好好问清楚了。你看看小李儿，人家去年就买房了，一块儿进的公司嘛。这怎么干活多，挣的还少呢？可不是吗？你好好问问。这我一会儿再打，一会儿再打问。这问个事儿你都问不明白。这能怪我吗？这。